赞，临时收队员。吕布打得过吗？吕布绝对没问题啊！感谢小悠悠加入我们的香蕉大乐园，谢谢你。吕布哎，那个叱咤风云的男人哎，怎么可能打不过？夏侯惇好像是魔族，夏侯惇不是人族吗？我有误会吗？夏侯惇是反杀姐吧？还是我的夏侯惇跟你的惇不一样？应该是一样的。哦，不会死，开心撸一下。只要不死，我都可以撸回来。干他跪！精神来了，吴小强可以吗？吴小强，我跟你讲，这一次的地狱级不难啊，真的，应该都可以过。只是我觉得解成就的打法比较难，因为像火人来讲，伤害都不是这么够，所以今天主要是在解火属性成就跟人类成就吧，让大家都可以解成就通关。自选什么时候开放？不知道，有人知道吗？有人是那个神魔之塔内部的员工吗？可以偷偷跟我们讲，我们不会跟别人讲的，我们守口如瓶，对吧？有没有那个还是官方在看台，可以跟我们讲一下？有没有？真的好想知道什么时候开 Omix 哦。你们知道吗？那官方说我们。官方说我们那个稍后公布，昨天说稍后公布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就到现在都还没公布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公布，就是这么神秘的一个活动。好，那我要来带走他试试啊，不，哎，等一下，那必须是光珠，好，所以要再这样子转，好，行，我很棒，我转珠很棒，哦呦，这样赞哦，我转珠真是一级棒。4月31，哦，已经知道了吗？还是原本官方有公告，然后我不知道。是31哦，是吗？哎、欸，他怎么打那么低啊？我的天，是31哦，确定了，确定了是吗？好好好，那就没问题了。斜转，哦，我懂了，4月31，愚人节啊。这边闹哎，4月31开鬼灭啦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会被骗到了？我被骗到了！我怎么相信观众？怎么相信观众？你们居然骗我！哎呦，你们好坏，你们坏透了！一二三，这样应该可以。少一 combo 哎、欸，少一 combo， 哇，没关系，我还有一回合，应该可以吧？失误一两回合没问题的。你们到底你们自己还在过愚人节是不是？我认真的啦 ，Omix 应该还没有开放，官方还没有讲时间吧？在那边闹哎。打他，被宰还不知道，你才要31骗别人，现在换自己了，真的嘞，回到自己身上了，回力镖，哇、哦，31打到我自己，我是说我31公分啦，对，就是一个双关语，没骗人，你真的不止游戏云，生活也云，我就是。生活在云端的人，天天都是愚人节，天天都是 Happy Day。哎、欸，打他会不会太痛？其实我觉得，欸、慢慢磨，磨到 K 笑，磨到病鬼，我看一下，应该可以带住他了。来试试看，这边先开这个该开的。然后这个，我想想要点什么珠子好，心就好了。这个还在，就这样，
好，新珠移下来，再一过吧，可以吗？哦 fuck！ 感谢 I L O N A 的30块抖内，阿红愚人节影片不就骗4月31号，居然被骗了啊！对，我通话队伍到现在没更新呢，我好混哦。我4月31号再更新，可以吧？哦，6亿没问题。好啦，没有啦，我这队打完就更新。希望我会记得这件事情，应该会记得。好，这是什么盾牌？燃烧G8盾，燃烧哎、欸，有了，水哦，开心啊啊啊！烧好，应该可以带走。求求你用曹操，可以啦。那不然我们下一队用曹操好了。我实在受不了观众的请求哎。好，撸撸王来了，撸好撸满，撸到爆炸。哎，那右边的是还在坏是不是？打不死呢，怎么会这样？对，会烧有点麻烦，不过靠我这个回转撸撸大法，直接一直回血是完全没问题的。跟他磨一下，好，不用磨了，他带走人了，跟他说再见，拜拜。下面一位，雪碧明天再喝。今天太忙了啦，有点忙，来不及喝雪碧，来不及买雪碧才对。好吧，明天如果我买得到雪碧的话，我一定喝给大家看，好吗？嘿嘿，好像有人说十二点关台，谁？我原本想十二点关的，但无奈就怎么越试越来劲？你们知道那个感觉吗？就跟你吃鱿鱼丝是一样的感觉，吃，停不下来，你们懂我意思？所以我现在感觉试得很爽，就会想要继续打。对，可以那什么，话剧社演技。所以这边想要继续来试，我先开个项羽好了，好吗？感觉不错。然后点最少的那个珠子，我想是水珠吧。好，来试试看，把水珠撸出来，有了。然后剩下的一消尽量排掉。哦，真会转珠，赞哦！偷看，1:30在关了，为什么特别是1:30？汤圆是1:30要睡觉，是不是？泽豪，感谢你的30块抖内，开到早上都陪你，谢谢你们。但我今天应该不会开到早上。哦、oh, ，有人很坏，还没死，怎么这样？那安呢？我是建议你不要坏哦，坏我生气哦。可以入位。好，我是觉得我们有马修应该是没有问题，但是没有光珠，我们没办法撸，遇到大麻烦的，没办法撸，我们就是有点沉。没事，我们。这样排一排应该可以，还是可以。其实如果你技术高超，你就可以战胜这个火焰。对，拐个弯就是在说我自己技术高超，但是我没有手脚全部按，我是在智障哦。不对哦。我想想，我会死吗？会死？好像不会、欸，好像可以再挡一下吗？各位觉得呢？好像可以再挡一下、欸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是的，聊天室把我刷一波四，我就继续排喽。可是好像也不能挡一下了，因为那个
工科的关系。对了，我们不要再洗了，我们直接开龙科给他洗了、哦。我们可以撸哎 ，We can 撸。没事，一切都是洗技能，一切都是套路。我觉得不行，好严格。糖糖先记起来。糖糖先记一下啊，记在墙壁上。应该会够吧？赞哦！蹦蹦蹦！碎啦！哎、欸，这样就打三亿了、欸。早知道就不要开那个项羽了，浪费技能。早知道开那个就好了，气死我了！开这个。舒服，哦、他怎么酷头啊？没事，我们有撸撸大法，撸起来就是我的天下了。天下靠撸出来的，哦，哎、欸，撸好了，好，这应该会过吧？不知道呢，会吗？死气 combo 打一半了，所以就我这个鬼才逻辑来说。一回合打一半，那我两回合不就打四分之三了吗？嗯，所以我们接下来把它带走吧。我这个逻辑还可以吧，各位？简直是逻辑鬼才！所以玩这游戏你要会一点逻辑。OK， 为什么是四分之三呢？因为我已经料到它会更新了。你看吧，是不是逻辑鬼才？然后现在要怎么办呢？项羽差一点呢、欸，哎、欸，其实我们项羽可以开、欸，反正我们等一下王二还有另外一个项羽可以开，好哎、欸，项羽开一下，点木，好就这样，把木全部排光光，嘿，我真会排猪，赞哦，撸撸撸撸撸撸撸，逻辑好，是不是？玩这游戏，哎、欸、呀，木珠有一个没消到、欸，哎，啊，木珠怎么放那？太坑了吧！我们大总统说是在哈罗，厉害，好，这个稳了啦！大总统都身体热起来了，你们看到他刚才在发红，我这边洗一回合技能就可以了，洗一回合，赞哦。在我们开这个加这个木珠给它点掉，好舒服了。那这个九宫格里面都不要消到木珠就好了啊，先把它移出来，这样就没毛病了吧？我想是不是有没有毛病？应该没有吧？赞哦，碎啦，应该有办法带走吧？它仅仅才6.8亿，开什么玩笑？一拳给他死了啦，好戏啦！没事没事，我早就料到这里，我早就料到这一步了，我早就知道你会更新了，所以我特别留了这一招手转来对付你。我特别为了你留这一招啊！哎、欸，对，我留的是斯卡，想不到吧？厉害了，好难哦！哎，临时抽，硬要临时抽，结果硬就很难打，但是还是会过了。没事，我们自我挑战。是在哈罗过了啦，就这么简单。C， 项羽过期了，啊，不是项羽才刚出吗？过期很尴尬哎、欸。我又半夜肚子再来看阿红了，哇，那可以吃点东西啊，比如说泡面什么的也行，对，找点东西吃吧，会比较开心。哎、欸，临时抽哎、欸，临时过哎、欸，平民的希望啊，也
有毛病啊！如果你有项羽的话啊，不，你有皮卡的话，好过100倍。